我们在几个礼拜前开始的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讲到雅各的故事。我们在这系列讲到里面 The Road Back to You 瞒天不举的里面，我们一直在跟着雅各看他的故事，看他的 journey。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提到雅各他如何去假装是他的哥哥，然后从他的爸爸那边偷取了本来是一个要给长子的祝福。但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其实雅各他还以为他在欺骗的是他的爸爸，他还以为在欺骗的是他的哥哥，但是其实他在欺骗的是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相信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如果我这个人要得到祝福，如果这个人要成功，如果这个人要有个未来，我就一定要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谎言久的里面，我们会忘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雅各他怎么样子去欺骗骗他的爸爸。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 continue 这个故事，我们要来 continue， 要继续的来看他的这个 journey， 看他这个故事。如果你 miss 掉上个礼拜的讲道，可以回去看上个礼拜。如果你 miss 掉上上个礼拜，你可以回去看上上礼拜的讲道。But 接下来这是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按照这个故事去看。And so 看之前的，会帮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我们每个礼拜要讨论的。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你知道，那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知道中华队我们昨天那个赢了金牌，我们的呀 ，it's so amazing。所以我相信昨天，如果你是支持中华队，你在台湾的话，你可能昨天你看他得金牌的时候，你从你的座上跳起来、站起来，然后又叫又喊的。And so if you can get excited about ping pong, you can get excited about the word of God。如果你可以因为乒乓，可以因为羽球，可以因为游泳，可以因为赛跑，可以因为奥运还有什么？现在有 serving， 滑板、射箭、冲浪、soccer 或 football。如果你可以因为这一些，你都可以 excited。We can get excited for the word of God。我们可以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兴奋。OK， 我们一起来看 Genesis 创世纪第27章，然后这边要从41节来念给大家。41章，对不起，27章。第41节这边说，以扫因为父亲把祝福给了雅各，他就对雅各怀恨在心，他就暗自思念说暗自思量说，就是自己在里面跟自己说话。 OK， 父亲已经不久人世，他死后我要把雅各给杀掉。Well, that's a little bit extreme, right? 这还蛮极端的，就是他不是说我要跟他好好聊一聊，跟他喝个咖啡，聊开一下，我们来好好处理一下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他心里也想的是，我要去杀掉我的弟弟。I'm gonna kill Jacob. 第42节这边说，以扫的计谋就传到列百家的耳中，他就派人把雅各叫来，对他说：“嘿、hey, ，你的哥哥想要杀你泄愤，所以孩子，你听我的话 ，listen to what I have to say， 我会帮助你，我可以帮助你。你要现在逃到哈兰，就是你舅舅拉班那里。你有个舅舅，他叫拉班，他住在一个叫哈兰的一个地方。你现在逃去那里，与他住些日子，一直住到你哥哥的气消了。等他气消了，忘了他对他所做的事。”我就会去派人把你接回来，我何必在一天失去你们两个呢？所以他的妈妈怎么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妈妈鼓励他可以去跑路，可以 去逃跑。所以雅各进到他家的房间，然后进到他的衣柜里面，打开他衣柜的保险箱，里面有个瑞士的passport 的护照跟一叠的欧元，然后就塞在他的口袋的里面，他就准备金酸了，开始跑路了。Alright， 金酸的意思就是台语，我可以教一下大家台语。金酸的意思就是逃跑，逃。OK， 好。OK，Welcome、okay, to 两点半的台语聚会。OK，But、okay, and that's what he decided to do。他开始。他决定逃跑， so we're gonna pick up the story。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主题的讲题就是 You are not your mistake，
You are not your mistakes. 撕掉你身上错误的标签。我们一起来祷告。Father God, we bless you. 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今天要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相信你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今天在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加东西上去。Because I don't need to 加东西上去，你的话语本身就可以拯救了。但是你可以帮助我 give me the anointing and the gifting， 可以把你话语表达出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知道你话语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心，我祷告是对你的话语敞开的。I pray every single person who's listening right now， 今天在听的不是只是在抽能量。We're not here for entertainment， we're here for transformation。我们在这边不是只是要听一些的知识，我们不是只是要增加一些的理论而已。我们今天要的是我们从心里面生命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在线上收看。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愿意把时间放挪开一些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所以 speak。For your people are listening. 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 大家可以请坐，大家可以一起坐。Let me ask you, 我问你 ，Do you like yourself? 你喜欢你自己吗 ？And I know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Do you like yourself? Do I like myself? 我到底喜不喜欢我自己 ？Do I like myself? Well, I mean, my guess is this. 我在猜，我们这个讲到出去之后，可能现场有很多人看，之后可能有几千个，甚至几万个人在收看这些的讲到。我相信在这几千几万个人的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的人，不知道如何真的喜欢他们自己，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有一些人。过度的喜欢他们自己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like 不用东张西望，不要把这个现在把这个讲到传给你朋友，然后 but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些人你看他们的 IG， 你就知道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自己，他们 IG 里面的照片只有他，没有其他任何其他的人。And so some people they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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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emselves， all right， 但是绝大部分的我们，绝大部分你跟我，我们大概的问题都不会是我们太过于喜欢自己，我们大部分问题都是我们不够喜欢自己。我们可能问题都是我们 IG 都有别人的照片，但是没有自己的照片，因为我们每次都找不到一张觉得自己满意的照片。我们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够喜欢我们自己。但是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长相，不是因为这些，我们很多时候不喜欢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的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喜欢我们自己，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过去，有些的东西是我们试着想要逃离的。我可以打赌，如果我今天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第一个你一定会开始有点心跳加快，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们的人类，只要手机不在他的手上，被人家拿走就，你要干嘛？有没有？你有没有人把手机给人家看，然后你要秀给他看一张照片，然后他就开始在翻，他说 ：“OK, stop， 我只秀给你那张照片，我没有秀给他看这其他的照片。”And， 但我可以跟你打赌，大概你不会想要我拿。如果我今天拿你的手机，来，如果今天你们四个手机交给我，一直开始在摇头 ，No, I'm not gonna do this， but。你手机交给我，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的联络人，在你的联络簿里面，是你不会，你千万不会想要我打电话给他们，你不会想要我传一个 message， because you're thinking， man，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about what happened， right？ because 可能一些的 contact 代表的就是你过去的一个错误。有一次我在跟一对情侣在counseling，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感情里面遇到一些的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就两个找我，然后这位女生，这位女朋友，她就说我最近听到就是我的男朋友跟我分享一些他过去的一些的经验，然后我听到他的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男朋友，因为他的过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接受他过去所做的一些的事情。And then 我给他的。回答我给他的and I don't know if help her，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他，但是我给他的回答是这样，我跟他说 hey listen, hey honey, 你的男朋友的过去，他大概
十个东西他只跟你讲一个而已，所以可能他真正最黑暗的他都没有跟你讲。And 至少他跟你讲的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就是你不会想要跟过去的那个你这个男朋友的过去的那个版本一起交往。 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be with that guy, right?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过去。 I know 他的过去不会是一个你吸引的人，不会是一个你喜欢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问的问题不是只是你喜不喜欢他的过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喜不喜欢你的未来还是有他。 Okay, that's the only question we need to answer. 这是我们唯一要回答的答案。 And so for most of us,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过去是我们试着想要忘记，或是我们有些的过去是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有些的过去，有些的 mistake 是想要逃离的。 We want to run away from that. And so 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我在内， There's a Peter from the past that I'm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Why? Oh, camera, 对不起，今天让你们有点累。 There's a Peter from the past that I'm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That's good, right? You guys are good. 已经我们播了几个月了，他们真的好厉害。我们可以给我们的 camera 一个掌声。And I know Anna 在上面在那边导播，她说 Peter， 你可以给我站住，你不要在那边跑来跑去。Right? But there's a Peter from the past that I'm always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And 这个 Peter 可能是十年前的 Peter， 但这个 Peter 有时候是十分钟前的 Peter。有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在极度懊悔的里面。我们都会希望说 ，Man， 如果我可以有一个，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Man in Black》？我知道有些很年轻的你从来没有看过《Man in Black》这个电影 ，But 这个电影是一个 Will Smith 的一个人所演的。And 这个电影里面他是有外星人啊，有这些东西，然后有一个 government agency 就叫做 Man in Black MIB 星际战警，MIB 星际战警。所以他们里面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支笔，他们就会拿起来，然后叫人家看了这支笔，然后就按一个钮，然后一刹那之间所有的记忆就会被消失掉。所以你所做的事情，你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 And I bet you 雅各在这个时刻他很希望他有那一支笔。 At that moment 他希望有这支 pen， 他希望说如果有一支笔，我可以叫我的爸爸以撒，叫他的哥哥以撒， Hey， just look at this pen， OK， 1, 2, 3, Oh, may he wish he can erase the past. 他多么希望他可以消失，把这样的一个过去给 erase 掉。但是他没有这支笔，可是他的妈妈却有个计划。The mom had a plan. 他的妈妈的计划非常非常的特别。OK， 他妈妈的计划是这样子。他妈妈的计划就是我要你 OK， 现在赶快筋酸了，赶快逃开。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逃到哪里？逃到一个叫做 Haran， 哈兰的一块地，或是应该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叫做哈兰。为什么要去那边？因为他有一个 uncle 叫做 Laban 这个 uncle， 我们之后几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去看他的故事。但是，我要你逃到那个地方去 ，I want you to run to Haran。And Haran 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特别 ，Haran 听起来像是 He ran to。Haran, okay. 他说 ，If you need to remember 这个地名，就 He ran to Haran. Haran 这个名字 sounds familiar, 听起来还蛮熟悉的。I wonder 我们在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名字过？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地的名是在 Genesis chapter 11第十一章 ，Genesis 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在第十一章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之前好多年前，很多的年前 ，OK， 很多年前。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的名字？因为在 Genesis 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里面，它记载了一个人的故事。虽然这故事非常简短，但是这个人叫做塔拉 Tara。如果你现在正在看，你不知道塔拉是谁的话，I don't blame you， 不是因为你的圣经不够熟，不是因为你不够属灵，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塔拉到底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塔拉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塔拉是谁。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他会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来，几个礼拜前我们有讲到，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为什么是 Abraham、Isaac 跟 Jacob 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因为他们都是有父子关系的，所以雅各的爸爸是
以撒，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猜得出来，亚伯拉罕也应该是有一位爸爸，他不是突然间蹦就蹦出来了，他不是蹦出来之后就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 So before Jacob there was an Isaac, before Isaac there was an Abraham. 在 Abraham 之前是谁？就是他啦。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是他啦，亚伯拉罕的爸爸的名字就是他啦。所以在 Genesis chapter 11,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啦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很有趣的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每次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而不是说我是他啦、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你可能会说，哦，因为三个一个东西 说到四个就听起来就有点太长了。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是他啦、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神？ Why is it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原因是因为神的约，神所立的约不是跟他啦所立的，不是跟亚伯拉罕的爸爸所立，而是跟亚伯拉罕这个人所立的这个约。为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因为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族本家，离开他父的家，去到一个神说我要指示你的地方。这个地要去的地方就叫做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本来他的家族是在 Ur of Chaldeans， 在 乌尔的乔加勒地的乌尔。叫做加勒地，中文叫做加勒地的乌尔，所以乌尔是一个城市，那是亚伯拉罕他所来的地方，那边充满的人都叫做 Chaldeans。 OK， 亚伯拉罕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神呼召他要去到迦南美地，但是这个 journey 其实非常非常的长，你不能只是买一个不能够只是买一个 business class， 买一个机票就直接飞去。你要去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你会有要付上非常多的代价。第一个，你要先放下你原本所拥有的东西，你只能拿你可以带着走的东西，你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带着走，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放下来。再是你一些的 family tie， 原本一些的家人，原本一些的朋友，你都要跟他们说拜拜。那这个旅程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旅程上面不是只是开个车坐个飞机而已，是要真的要去走。Okay, and so 这个过程很有可能会丧失你的生命，但是亚伯拉罕却愿意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离开了的本地本族，离开了 Ur of the Chaldeans， 往迦南地去到那个地方。But here's what's interesting. 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看他拉的故事，你会发现到亚伯拉罕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从乌尔地离开去到迦南地的人。这个 journey 虽然对我们来说，我们把它 associate with Abraham， 我们把它想的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去看 Genesis chapter 11，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你会发现到这个 journey 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是他拉他的爸爸就开始的。十一章三十一节这边说，他拉就是亚伯兰爸爸，带着儿子亚伯兰，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的儿媳妇和亚伯兰的妻子 Sarah 莎拉。OK， 亚伯兰跟亚伯兰还是同一个人，他就离开了什么地方？加勒地的乌尔，离开了加勒地的乌尔，去到哪？他想去到哪？他想去到迦南。他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了乌尔，要往哪里去？他的 destiny， 他的 destination 是什么？是迦南地，是迦南地。但是他们来到哈兰，就是我们刚刚所念到这个故事的这个地方，他来到哈兰，他就定居在这个地方，定居在这个地方。他呢，本来是要去到迦南地哦，本来是要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哦。就像之后神叫亚伯拉罕要去的一样，有没有可能 ？Just wonder， 有没有可能神原本是叫他拉去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神本来是要跟他拉立这个约？他拉离开了那块地，我要往那边去的时候，但是这边说他走到哈兰的时候就定居在那里。So， 如果你看那个中东的一个地图，我现在没有。那、no， 我就直接比给你看 ，It's not to scale，OK？、Okay？ 但是乌尔在这个地方 ，Ur of the Chaldeans 在这个地方 ，OK？ 迦南地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他是要往西边走
OK， 像就是往西边走，是到现在 modern day Israel 以色列这个地方，乌尔在这，迦南地在这，哈兰这在正中间，就是正中间，正中间，所以他要先去到这，才可以往那边走。所以 Terra 他呢开始往迦南地走的时候，走到中间的时候，走到哈兰这块地，哈兰这个城市，他就决定定居下来。为什么他定居下来？这是另外一个 sermon， 另外一篇的讲道，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要去了解的时候，如果你来 Hope College 的话，我会解释给你听，因为我在教 Genesis 的时候有教到这个。But 重点是，他就留在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了下来。And then watch what happened。第三十二节，他呢就在那里去世，享年205岁。I wonder sometimes， 我在看这故事 ，I wonder what does it feel like？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活了205岁，你活到205岁，但是你都没有最终走到你真正要去的地方。那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活个70岁、80岁就了不起的，真的了不起90岁。所以他活到205岁，他大概是我们真的活到很长的一倍。He lived longer than any most of us would ever live。但是如果你就算你活到205岁，但是你没有去到你原本想要神呼召你、你原本想要去的地方，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And for Tara， 他往迦南美地去的时候 ，That's what he wanted to go， and maybe perhaps 有可能是神本来呼召他要去的。当他走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决定定居了下来。And he died in Haran。他原本的 journey， 原本开始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原本他的命定，他的 destiny 跟 destination 是同来一个同一个词的意思。destiny destination， 原本要去的 destination， 原本要去的命定，原本要去的地方 stopped， 原本的呼召停止了。See for Tara， 对 Tara， 对塔拉来讲，哈兰就是他未来死去的地方。不是他要死在那里，而是他未来死在这个城市的里面。The destiny, the journey,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promising， 所有他本来应该在神之中所看到的，就死在这个地方。That's what Haran is。哈兰就是这个地方。It's the place where your future dies。你的命令，你的未来所死去的地方，所死掉的地方，所被扼杀的地方。And 就是同一个这个城市，他的妈妈雅各的妈妈叫雅各现在要去到那个地方。That's what she was sending him. I don't think she knew about it. 她心里可能她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她不是怎么样 ，but sometimes 人家会叫给你一些的意见，她没有，她不是要害你，不是要干嘛 ，but it can kill something. It can really kill. How many of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有些人给你一些的意见，有些人给你一些东西。Man, if you have listened to everything people have said to you.Ooh, if I have listened to everything people said to me, 我今天一定不会在台湾。That was the place. 就是这个地方，雅各的妈妈叫他去。There are places in our life, 我们生命中有些的地方，我们当下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我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的好。但是当我们在这地方待久了，它就会残害甚至扼杀你的未来。Like I said before， 我们每个人都试着在逃离一些的东西。We're all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And when we run away from something， 当我们要逃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逃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的去想我们要去到哪，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想在哪里而已。你了解我意思？有时候我们在逃的时候，我们没有想清楚，我真的要去到哪里，我未来到底什么？我只知道我就是不想在这里。So sometimes we move forward not because
really know where going， 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去哪，只是我们不想再过去那个地方，只是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所以我们没有对未来有个意向，我们对未来没有一个图片，我们只是 we're just running to somewhere。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去到一些的地方，去到我们人生中的一些的 highlight， 这些地方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 safe place， 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最后它会扼杀、毁坏你的未来。And we all do this, right？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酗酒？为什么有人会吸毒？为什么 ？Because of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因为酒跟毒 ，it helps。Can I say this as a pastor？ It does。不然干嘛有人会去吸毒？他是吃饱是没事干 ？No， 他会去做这件事情，他会去。Because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你可能想说要讲我之前吸毒故事，不是？但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在牧会的教会，几乎都是街友，然后有一半的人都是有 substance abuse 的问题，都是有药物、毒品或者是酗酒的问题。然后当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有瘾的人，每一个毒瘾的人、酗酒的人，都是试着在逃离过去一些的痛。They're all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 所以他们会去找毒品，会去用这些东西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escape somewhere。They're trying to run away somewhere. And this i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很喜欢假装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假装，我们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假装的时候， we're running to 这个 identity， 我们跑向这个哈兰， we run to that place， and 这个哈兰可以给我们感觉有一个安全感，它可以给我们感觉被人接纳，它可以让我们感觉我们是有价值的。We run to these places because at that moment, 在那个时候 they actually help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 how long do you plan on staying there? 你想在那边待多久？你去到你人生海岸，你是在那边扎营，还是你连户籍都迁进去了？你是开始在那边盖房子的，地基都已经打了，你只是 are you camping there or are you planting a house there?And you might be saying, "Oh, I'm just camping there." But is that really a camp? Like, 你地基都挖了。我看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都已经迁进去了。Because watch what happened. 因为雅各的妈妈跟他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句话。OK， 他要逃跑之前，我们回去看我们刚刚的，这是我个人 backtrack a little bit。OK， 我们回去看，记得雅各的妈妈叫雅各要逃跑的时候，他这样子跟他说，43节，他说：“孩子，听我的话。”听我的话，现在逃到哈兰你舅舅拉班那里去。第14节说，与他住些日子，住一些日子就好。去到哈兰一些日子就好。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re for long， 去一下就好了。You tell yourself this， 我只会在这边一下子而已 ，just a little bit。我只是在这边一下子，我再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再待一下，我在那边待一下。你去到那些的，你与他住在对不起，你去到那边与他住些日子 ，OK？ 这边说，一直等到你的哥哥气消了，忘了他对你所你对他所做的事，我就会派人把你接回来。OK， that's insane， that's weird because 你真的觉得以扫会忘记雅各对他所做的事情吗？你真的觉得他会气消吗？你真的觉得有一天以扫会起来，然后他起来说：“哇，昨天为什么这么气？我忘了。奇怪，我昨天去睡觉的时候，我记得好气哦。看我的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大堆很气的东西，但是我忘记为什么我好气了。And by the way， 我的弟弟雅各在哪里？要不要叫他回家？”When his mom sent him to Haran, 他妈妈把他送到哈兰的时候，雅各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他根本没有机会回来。Sometimes you go on the journey, you think it's just for a bit. You go down the road, you think just a bit. 你走向一个东西，还会只是一下子。But what you don't know, 这是一个不归路。你是没有办法回来的。He
couldn't come back. There was no way to come back. Because sometimes where you escape to become the thing that you cannot escape from. 你逃去的地方成为你逃不出的地方。你逃去的地方很多时候会成为你逃不出的地方。Just ask Samson, 去问参孙，参孙就是这个样子。参孙他年轻的时候在母腹之中神就拣选他 to become Nazarites, 要成为拯救以色列的人。他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 judge, 要来拯救以色列。但是呢他可能 for whatever reason, 很多原因他觉得压力太大了，他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都不可以做，我从小就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要再听我的命令，我不要再听这些，我不要再听这些， I don't want to listen, so I'm going to run away. And he ran away from it. Run 到哪里？ Run 到 Delilah 的怀抱中。 Oh yeah, come here, 我摸摸你的头，我听你一些的故事。And Delilah become the thing, become the person that he couldn't escape from. 成为最后他的未来，他的命定死在他的手中。Just ask Judas, 你问看犹大，犹大也是这个样子。犹大他跟着他的他跟着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总共十二个门徒，犹大其中一位，他跟着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为什么他们跟随耶稣？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还以为当耶稣说我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要去到耶路撒冷成为救世主，成为弥赛亚。因为当时犹太人所认为的弥赛亚要做的是去到耶路撒冷推翻罗马政权，然后重新恢复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国，所以他们都还以为耶稣要成为地上的一个君王。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在猜 OK, 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去，我们跟着他，我们跟他一起开始这个革命情感，耶稣到时候就会让我们一起能做他的左右手， OK, 可以当大臣，我们可以 We can rule in this new kingdom. 但是慢慢的 Judah 开始发现 Oh wait, that's not what Jesus means. 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不是要去做地上的王，耶稣去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去上十字架。 And then 他心里在开始想，那我过去的三年半不是就浪费掉了，所以他开始偷一些的东西，开始为他的未来做预备。 And then 最后他把耶稣以三十银子的筹码，三十银子的代价，就把耶稣给卖了。 That was his escape plan. 他换了这个银子就是他的 escape plan. He's going to escape from, run away from this all. Run away from 过去三个浪费的三个半。他心里在想，这些的其他的门徒笨死的，他们都没有，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耶稣会上直接就死了，这些都没了。 And he's helping himself. And then 但是当他看到耶稣真的被逮捕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着 remorse, 心里面充满着懊悔，心里面充满着懊悔。所以他回去把这个三十 silver 要还给这个祭司，因为他把他卖给祭司，他说把还给他，但是祭司说 No, 这个钱我不要，拿回去。 And so 最后犹大上吊自杀。 He couldn't escape from the thing that he tried to escape to. And we all do it.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会投向色情的网站，色情这些东西，为什么？ Because 我们可能有些的压力，有些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我要有一些的 release, 我需要有一些的东西。 And so we escape, 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帮助， right? Because you think it helps you a little bit, 可以帮助你。 And but then it becomes the thing that you couldn't escape from. 所以一开始可能只是晚上想到，后来变成你白天也想到，后来变成你什么时候都想到，后来变成你在敬拜的时候也想到，后来变成你在小组的时候也想到，你在什么时候都想到。 So the very thingThat provides you safety in one moment, become the thing that sabotages you in the next. 在现在这个时刻可以给你有安全感的，到最后却去抹害、扼杀原本你应该拥有的。But listen, I get it. I mean, who doesn't want to escape? 我们有谁是不想要 escape 的？ I get it. 我了解。我不是一个超人，我不是一个比你聪明，我不是一个I'm not somebody who 不会遇到你所遇到的问题。我也会想 escape. We all want to escape. 我们都想要逃离我们过去的痛，我们都想逃离我们过去的 mistake. 我们都想要逃到一个像哈兰的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Bu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一定有个更好的方式吧。There must be the better way than just trying to escape from your past. Because sometimes you're running away from your past, you're running, and 然后因为你要逃离你过去，你不喜欢你的过去，但是你跑到现在，你看了你自己，你还是不喜欢你自己。You just can't seem to run away from your mistake. You know, it's like this. 你现在的前女友一定会认识谁，然后认识谁，认识你的。你现在的女友一定会认识谁，然后认识你的前女友。So come on and escape. Well, I guess you can'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一定有更好的方式 than to just try to run away from it all.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Than trying to escape from who we are. 应该有更好的方式，让我们不是只是想逃离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一直在跑，就像雅各一样，我们一直在跑，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逃离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不喜欢现在的我们，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图片。因为我们不喜欢过去，不喜欢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也会喜欢我们的未来。And you don't like who you are right now. 那我不是一个 psychologist， 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我没有办法猜出来。我不是雅各，我没有办法猜出雅各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他那时候感受到底是什么。But I can take a wild guess. 我可以大致上猜。I don't think Jacob was feeling too hard about himself. 雅各他一定那时候觉得心里非常的，他一定很不喜欢他自己。如果你的爸爸年老都已经在病床上，都已经快要死掉的时候，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在他旁边，因为你骗了你爸爸，因为你做一件事情，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You're not gonna like yourself too much, are you? 你不会特别喜欢你自己吧？在那个时候，你一定会不是很喜欢你自己。He doesn't like himself. 如果你的爸爸，你不可以在你爸爸旁边。你的亲哥哥，而且不是只是亲哥哥，是你双胞胎的哥哥，就是你应该是最跟他最亲密的哥哥弟弟，应该是最亲密的双胞胎，应该是要更亲密。连你最亲密的那位都想要杀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How does it feel that the person who knows you the most wants to kill you？ 最认识你那一位是最想要杀你的那一位。所以认识你那位是最不能够忍受你的那一位，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That's how Jacob felt. And Jacob, he probably felt like I just want to escape from it all. I don't know how I got to this point.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 ，you know. That's the thing about mistake, right? Mistake that you know why mistake is a trap because when you're making the mistake, 你在犯这个错的时候，你都不觉得是一个错。然后错误的危险就是你犯一个错之后再会加一个错，再加一个错。It start with this, and they become this, and they become this. And so Jacob, he's thinking, 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把事情搞到这么大。I didn't know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我没有想到我的哥哥反应会这么大。我没有想到他会想想，我没有想到在我爸爸年长已经在病床上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在他的旁边。我没有办法想到。I bet you, for Jacob, 对雅各来说 he really wants to run away from it all. 他想要逃离这所有的一切。But here's the thing, friends. When you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r past,You will always end up at Haran. 每当你试着要逃离你的过去的时候，你最终都会来到哈兰。你再怎么跑，你再怎么走 ，Life is a funny thing. 他都会把你带到哈兰去，他都会把你带到一个。会抹杀、毁坏你所有未来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当你试着在逃跑你过去的过程的里面，你正在摧毁你的未来？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去面对你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错误的方式正在摧毁你的未来。 But here's the good news， 好消息是不管你怎么跑你都没有办法跑赢神。 No matter how far you run， you cannot outrun God's love for you。 Jacob很快就会发现到这一点，他逃离他的家， and he's on his way to Haran， 他开始往哈兰的方向去了，他开始要去到曾经抹杀他的曾祖父所有一切未来的地方，他开始往那边去的时候， and God's thinking， before you get there I need to encounter you， 当你去到那之前， I need to show you something， 我要让你看到一些的东西，在你去到那边之前我要你看到一些的东西。And so 第二十节，对不起，第十节这边说，这边说，雅各他离开他的家，离开了别士巴，他往哈兰去。但他到了一个地方，在路途上还没有到哈兰哦，到了一个地方，路途上到一个地方，太阳已经下山，他就在那里过夜。他拿一块石头当个枕头就睡了。他梦中。That's an interesting dream. 他梦中看到一个梯子，你的梦中想到都是披萨，他梦中看到一个梯子。你梦中想到都是牛肉面、水煎包。我梦中想到的都是去看电影，最近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很多。我梦中想到的 ，OK， 他梦中想到的是一个梯子。That's a very， 这是一个很怪。Say who dream of a ladder？ 谁会梦到梯子？所以你跟我说你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梯子，我会讲说你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一个人。Your dreams are boring。不，这个梦是来自于神，因为神要让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梯子立在地上，被他通到天上。And 重点不是在是这个梯子，重点是这梯子上面有什么。这个梯子上有上帝的天使。Oh, so it's not just a ladder, it's an angelic ladder. 这是天使用的梯子。Okay, I didn't even know that 天使是用梯子。I thought 他们有 wings, they can just fly. But apparently 他们用梯子。But 为什么他们要用梯子？ Because 重点在这，重点在这，重点 watch this. 这边说，重点在这，因为他们的天使在这梯子上上下下上去。跟下来，上去，跟下来。英文是说 they wer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Now I know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但是 but this one verse 对这整个例子来讲，很多的拉比，很多的神学家，他们一直在猜测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照道理来说，应该天使是下下上上，从上面下来 ，because that's where they're from. Angel 是在上面，通常一个拉的应该是天使要下来的地方。但是雅各看到的图片却不是这样子，他看到的图片是天使是从下面上去的。 They were going up. Why? Because the angels were already there. 雅各去到这个地方之前， I know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 random 的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去看这是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只是他走到下山，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但是神都已经知道他要停在什么地方，神都已经知道他在这个 journey 里面的每一步路，神都知道他中间的每一个 stop。在雅各去到那个地方之前，神就已经差派他的使者去到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梯子。And I got news for you.I got news. Sometimes 你在你的 mistake 的里面，在你的过去的错误的里面，在你犯错里面，你会一直期待神的救兵可以快来。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救兵不会来，因为神的救兵已经来了。Stop waiting. It's already here. God is our ever present help in times of need. 神不是要猜派他的救军，神说我已经在这里。I'm right here.In your mistake, 在你的问题，在你的错误，在你这所有东西里面， I'm right there with you. 我在那里。
My angels are there. My presence is there. There's nowhere you can run. 你没有办法逃到任何一个地方，是逃离我对你的爱。你没有办法逃离我对你爱的范围。You cannot outrun me. I'm right there. 雅各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ell me. I'll go and meet you there. 你要去到哪？告诉我，我先差派我天使去到那里。I'm there. That's the word. Waiting for you. 我在那边等你。我在那边等你。十三节，所以耶和华站在梯子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必多如地上的尘沙，遍布四方。”地上的万族并因为你和你的后代而蒙福。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的错误让你感觉你要逃到哪里，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你的错误的里面走错方向，走错路，你走到自己人生自己的一个detour，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我都要保护你，我要离你返回这片土地。 I will bring you back. I will bring you back home. 我会带领你回来，我必实现我对你的应许，我绝对不离弃你，我会领你返回。 I will lead you back. Now this is interesting because 雅各在那天遇见神，神在那天出现在雅各的面前。神在那天可以出现在很多人的面前，我好多的人选 ，like some people 比雅各还更 deserve 神出现在他的面前。Let's start with Isaac, okay? Isaac, poor Isaac, 被他的小儿子骗。Maybe of all the people, 神应该出现在以撒的面前。儿子骗了他，心里破碎。神应该出现在雅各以撒的面前 but he didn't. 他也可以出现在以扫的面前 because 以扫气死了 you know, he needed God. 他也蛮需要神出现在他面前 but God didn't appear to 以扫。他可以出现在列百加的面前，列百加失去了他的小儿子，好像是被迫要离开家。 And so 神 you know,可以选择是出现在列伯家面前 but he didn't. Of all the people, 在这所有人的中间，神出现在神面前，出现在一个那一年连圣诞老公都不会想去拜访那个小朋友。 He's on the naughty list, man. He's not on the good list. He's on the naughty, naughty list. He's done bad things. 他出现在雅各的面前。 Of all the people, he chose Jacob to show Jacob that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in your mistakes.I'm with you in your pain. I'm with you in your regrets. 在你的失败，在你的懊悔，我都与你同在。 But what really spoke to me, 对我来讲，意义最大的不是只是他出现在雅各的面前，而是他出现在雅各面前的时候，他对他所讲的话。当神出现在雅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告诉雅各他过去所做错的事情。他没有告诉雅各说，雅各为什么你要欺骗你的爸爸，雅各为什么你要欺骗你的哥哥，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子告诉雅各，为什么神没有告诉他他过去做的事情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雅各老早就知道了。 Jacob already know. Jacob already know.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No, 说明你在看你不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有时候会还有我们的责任是要告诉大家人家做错了什么事情 but sometimes 人家都已经知道了。 In fact, let me tell you,
为什么当我成为一位牧者，我很少会去直接告诉人家你做错什么，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告诉我自己，人家做错的事情 OK， 我看到大概只是十个里面的一个而已，而且我看到的我知道可能都不是最严重的那一个。 So I'm like what's the point of like just trying to, because 他们最严重我可能都不知道， and but God knows, and 最重要是 they know， 圣灵可能老早就已经在告诉他们，圣灵可能从最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是错的。雅各在欺骗他爸爸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错的一件事情。 That's not how you go about it, Jacob， 不是应该这样子做的，他早就已经知道。 So Jacob knew, Jacob knew his mistakes。 雅各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He knows, He knows,You know,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你做的错，你也知道你曾经犯的罪。In fact, 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你非常开心，今天我们不是有现场的聚会 ，because you're crying right now， 因为你知道，你不想人家看到你在哭，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你曾经犯的错，你知道你想要逃离的。Jacob knew about his past. 雅各知道他的过去。Jacob 知道，雅各知道他过去的错。雅各知道他做过去所犯的罪。雅各知道这所有的一切。He knew, he knows about his past. 但是雅各不知道的是，虽然他有这些的过去，神还是相信他有一个未来，这是雅各不知道的。He didn't know that. He didn't know that even though I have these past, I can still have a future. 所以为什么神出现在雅各面前的时候，他告诉雅各的不是他的过去，他在提醒雅各的是他的未来。他在提醒雅各 ，Jacob, listen, you still have a future.Because I'm going to bring you back. 因为不论你去到哪，不论你做什么事，我都与你同在。他要雅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You are not too far gone. 你没有走得太远。Is the arms of God too short to save? 不管你走到哪里，神的手臂都可以把你带回来。不管你曾经犯了什么错，不管你曾经犯了什么罪，不管你什么事情是你知 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You have not done anything to make you too far gone. 神都是有办法把你再带回来的。 God can bring you back. 所以雅各知道他的过去，只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未来。所以神在这边告诉他， You have a future. 第十六节这边说，雅各他醒来了之后，他就说，耶和华居然在这里，哇，我却不知道。 I didn't even know 我竟然不知道神还爱我，我竟然不知道神还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神还觉得我有个未来，我竟然不知道原来我在犯这些错的时候，神在看的时候，神是说 Ooh, ouch， 但是神同样的也说，嗯， I got it coveredI'll handle it. 我不知道原来神是这样看我的。神，雅各知道他怎么看他自己，他知道他的爸爸怎么看他，他知道以扫怎么看他，他知道他怎么看，他只是不知道神怎么看他而已。He knew how everybody thought about him, but he didn't know how God thought about him. And so that's why, 当他去到哈兰之前，神要出现在他面前， it's the first time.第一次我们看到雅各真实遇见神，雅各他人生第一次遇见神。 It's the first time he had a true encounter. 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这边说，雅各啊，以色列啊，创造你使你成形的耶和华，这是神在对以色列所说，但是也是神在对雅各说，这也是神在对你
跟我所说，他说不要害怕，我已经救赎了你，我点名呼召你的意思，其实翻另外意思就是我按照你的名呼召你。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 That's what it says in English. I have summoned you. I have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Isn't that good news? 神 call you by name. He calls you by name. 他不是按照你的错误 to call you. 他不是称把你的 He doesn't call you by your mistakes. He calls you by your name.He calls you by your name. He says, Jacob. 他说雅各，你是属于我的。You are mine. So Jacob didn't know. He didn't know that even though I made those mistakes. 他不知道原来我做这些错，神却还说你是我的。我认识你的名字，我呼召你，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Jacob didn't know, and God had to show it to him. 神让他知道 what he didn't know. 神让他看见他看不到的。 Jacob, you didn't know, but now you do. 因为差派天使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差派这些天使来到你做下那个异梦。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好像今天神差派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告诉你 You are not your mistakes. 你不是你的错误。 You are not. 你的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告诉你我是一个 liar， 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你是这个什么。 But it's time to take them off. It's time to take them off. You know yourself by this 标签，你都是用这些标签来认识你自己的。But 神是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神是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第十八节这边说，所以雅各他清早就起来，就把那块石头，他把它当枕头，那块石头他把它立成柱子作为记号，就在上面浇了油，他就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但是那个地方以前，在那之前叫做路斯 Lus. The place was called Lus. 这个地原本叫做路斯。And I know, 你听完这个你可觉得那 so what? 以前叫做路斯，他把它叫做伯特利。I mean, 很多东西都会改。You know, things change. But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我要让你知道希伯来文 because some of us, most of us 可能我们不知道。But 希伯来文原本路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离。路斯的意思是 separation。Wow. Because 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的罪，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的 mistake， 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的痛，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所做这一切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We think they separate us from God. 我们都还以为我们过去的 mistake 会让我们与原本神要呼召我们的命定隔离。我们都还以为这一切会让我们与这个命定隔离。但是，这是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得是活在、继续住在 Lus 这个地方、路斯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去数算、去算我们所做错所有这些事情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与神隔离的。But that's not how God sees it. God 让雅各知道，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的名字是可以改变的。当你遇见神的时候，原本叫做 separation 隔离，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变成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 Bethel， Bethel， Beth El， Beth El，
的意思就是神的家。It's the house of God. And here's God's promise to you. 这是神给你的应许。在你生命中所有的 mistake, 所有的你想要逃离所有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神要遇见你的地方。神都要在这一切当中把所有的 separation 把它变成是他可以遇见的地方。 God is turning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of God, into where you get to meet him, where you get to encounter him. Is it possible? 有没有可能 at the place of your greatest mistake, it's going to be the place of your greatest encounter. 你在你最大的 mistake 里面的那个中间，不管是什么， you don't need to put in the chat, 不用跟我们 chat, 不用 you don't need to write it out, but God knows, you know, you've been carrying it, you know, but what you didn't know, 你不知道的是神还爱你。 What you didn't know 是神今天邀请你要把这给他。 What you didn't know 是神说这个不会改变我要给你未来。 What you did not know is that 你的 past will not define 跟 limit 你的 future. If you will give it to God, 如果你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的话，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收看，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收看，我要邀请一下你把你的手举向神。As a place of surrender,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降服在他面前。雅各他一觉起来，他就把这个石头上面倒了这个油。他在做什么？他在立一个祭坛，他在设立一个祭坛，他在把他的过去，把他这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他把这一切 he gave it to God. He's giving, he's surrendering. 我们今天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把我们过去的 mistake, 我们的双手向神举起来，我们说神啊，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And we're so tired of running away from it. 我们没有办法只是逃离，我们再怎么逃都逃不了，我们再怎么逃，我们最后都是去到哈兰，我们再怎么逃，最后都是去毁坏扼杀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是要去逃，我们要的不是只是逃离，我们要的是走向你给我们的命定。我们相信我们过去这些的 mistake 没有办法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的话语应许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That's why we didn't know before, but we know now. We know now. We know now. We know now. 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把这些带到你的面前， We give it to you. 愿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We are not our mistakes. 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到新的一个名字，不是 separation, it's a new name. 我们原本叫做 sinners, 在今天我们叫做 saints. 我们今天是你的圣徒，是你宝贝的儿子，是你宝贝的女儿，是你所爱的孩子。 That's our new name. 谢谢你主，谢谢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话，你可以的。我刚才已经给你介绍什么是福音了，福音就是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的神，但是神爱你，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接受他。我想让你做一个祷告，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就成为一位基督徒了。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所以可以的话，不管你在哪里都跟我做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说，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还有我的救主。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充满着盼望。谢谢你主，我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如果你刚刚做这个祷告，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在这 QR code 的上面扫描完之后，我们有个小礼物想要寄给我们，这礼拜想要寄给你一个小礼物。你有扫描 QR code 填写资料，就可以收到这礼物。
然后呢，最重要不是只收到礼物，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帮助你知道你下一步会是什么。所以田野这地方会有人跟你联络，那你知道是要可以要受洗呢，还是怎么样加入在教会的里面 ？I cannot wait to see you guys， 很期待看到大家。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这里把神的话语带给你。我们谢谢大家每个礼拜都跟着我们在一起。我们我也想要真的是花，先谢谢我们每一个跟着我们一起 partner 的每一个人。我们很多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只是看完每个礼拜只是看完，不，只是看而已。但是你们好多人选择不是只是看，而是参与。So don't just watch, engage， 参与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参与在奉献的里面。愿神说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所以让我们的财宝。我们的心是放在神的家的里面，所以谢谢你们好多人在线上一起奉献，一起帮助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带给大家。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在这疫情当中一直不断的充满着 faithfulness 信心，然后忠心的奉献，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做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谢谢你们。谢谢你收看我们的 Hope 的频道，希望今天的讲道有祝福到你。你也先别急着离开，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就不会错过所有精彩讲道跟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也可以点选下面的铃铛，这样子我们每一次有新的影片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收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教会，请你可以用奉献的方式，可以点选 Give Now 来继续支持我们建立这个教会、这个家。谢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